哇，太帅了！哇一身光鲜的华仔从飞溅的水花当中走出来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哈。没错，这正是摄影师想寻求的效果。这飞溅的水花像一个 A 字，哦、这也正是华仔英文名字 Andy Lau Andy 的第一个字母嘛。但是这个效果不像是完全 PS 的，难道是为了拍这张照片，华仔真的被水浇了一次吗？一次，岂止一次，整整浇了四个多钟头。咱给大伙儿一起看看当时那视频啊。每一次拍照我都会在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状况底下，还好他们很用心找了不同的衣服给我穿，觉得自己蛮帅的哈、哦、谢谢加你大然后这一次我们的演唱会叫 Always， 真是不容易。你想，连刘德华这样的大明星哈，为了拍一张满意的照片，也要付出那么多的艰辛，而且工作人员在那不停的洒水，华仔就一直保持不变的笑容，连吭一声都不行。是，这也打多少个喷嚏啊？因为人的本能就会躲一下嘛。是啊。但你要挺住啊。从此之后呢，估计华仔对泼水节这样的游戏彻底就免疫了。嗨。但是付。